婚礼上菜喽！前男友桌、前女友桌不稀奇，看看这桌神明桌，关公、济公、妈祖，16尊神明围成一圈吃喜宴，成了宴会场上焦点。有关公，还有虎爷。还有三太子，是啦，是长山造子哦。哎，有五爷。吃喜宴最怕同桌的人都不熟，好尴尬，让人不禁想问，神明桌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困扰，引发热烈讨论。会请众神来见证新人的终身大事，是因为新郎新娘都是神明子弟。他蛮有趣的是，他们连逐桌敬酒的时候也是从这一桌开始。哦，那所有的新郎新娘跟两位主婚人也都是有围在桌边，然后你要帮你上下菜，这是我们的亮酱炒珍宝。神明桌一样食到热腾腾菜色，介绍菜名以示尊敬，出菜后也得90度弯腰，也让婚宴会馆工作人员有了新体验。喜宴结束后，菜肴打包带回去，还能分给亲朋好友当做平安菜。众神明到场同欢，见证善男信女的终身大事，也成了婚宴焦点。三立新闻张华明、赖玉祥、屏东报道。